被蹭到了，原地倒车，哇、哦，这个小身法啊，这个被有点98K 带走了，这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哇，这个是虾仁猪心。对，要是我把显示器关了，我直接把显示器关了。不看了，是的，这太气了。看了。感觉这把巴西赛区打得很主动啊，就是圈内的一些点位他并没有选择，反而是控在三分之二的位置。刚刚吃到枪线也不太会轻易露点了，他知道侧身有人。哎，复仇！哇，直接打了两个一冲耳，什么？有点上头了吧，巴西队？他知道应对少了一个，而且他是选择圈都不要了，直接拉出来，直接硬吃你这边的分数。天敌放到 Sparking， 我印尼队直接反手，天敌一穿三了已经。我一个人在场上了，这咋打？先打一个，哦，想硬搏。啊，嗯，对面人多势众啊。这是想下班吗？打的有点太随意了。想的一开始打掉了一个，而且你想两个人倒有多离谱？就两个人都倒地被一穿二是有多离谱？是的。关键是他这个大过点，这个防就是长江防楼，这个防你是能上的呀，他真不把这个防区枪线当回事儿。哎，这个枪声把自己的脚步盖住了 ，Norris 直接顶了上来，这波出击非常的果断，声音听得很准。嗯。嗯。尊重顺位吧。是。哦，麦卡，我差一点就能给严厉宰了，但是被反杀了，这个没办法。好、啊，第二，哦，他还是个侧瞄，侧瞄，看他的动作很扭曲。一把一八九切，怎么说？楼内是有人的，没有打倒一个啊，问题不大，打倒对方的大腿。啊，人服啊，有什么？对，很敢冲。洛卡、Max、Max 多尔都还是比较猛。直接封一线烟 ，Smash 打的还是比较稳妥，但是高点，就在二楼的位置，应该是二楼吧？以为这里面没人了。嗯，他没人，为什么要封这一道墙呢？对。现在好消息是在于我们这一边西边这一侧人呢，并不是很多，而且我们应该是有高点。对，但我个人觉得就是害怕是什么呢？他往人多的地方走这个圈。嗯，是的。那就等于你进圈压力更大。没错。一顿猛冲血量不是很多了。哎呀。纵身一跃，能救能救。还好。快救。对，没有。挨得特别的紧。整体东侧这一片的防区会挨得比较密集一点。嗯。哦，迪古里发现了标帽斯，这位置能救吗？已经到反坡了，这队友能不能？佩吉这个埋位还可以，佩吉的效果，扑脸，佩吉被秒杀了 ，Max 也被放倒，这波打得有点惨烈。是的，反正这边这边可以先补人头，全补了。目前只剩下 Craxy 跟 Diggory 两个人。Brix 一看，哎，我后面怎么回事？经典兄弟已经倒两个人了。这波怎么说？看中国台湾赛区会不会过来？有这个想法，但是他们还是更多的去利用投掷物去限制。尼克雷先把杰库洛夫的分数给补了。嗯。哦哟，这个小闪身骗枪。嗯。啊，又是最后芬兰这边还是拿下了，但是过点被放倒了。中国台湾对台湾赛区的海山全区，对，应该还是要盯着北边的这个美国赛区打。刚才好像看到一个过点的身影，现在所有人都在看北边。我在这边连续倒人，是 Lash 和 Loki。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可以往内部再探一探了，本身就很复杂，能减压就减压一下。整体韩国赛区22的分彩就完全是被打乱了，后点也是有倒人的一个情况，而另一边英国赛区和澳大利亚赛区又碰到了一起，一部分放到李普哥，
啊，西城的战斗有点太混乱了，这个大家看看右上角就知道了。同时在刷屏，毕竟第六阶段了，有些队伍已经没有圈，只能强行往前顶，而很多队伍早就是防守在自己的防区里面，就是有圈的队伍。这波团右上角已经是积怨已久，嗯，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凭什么你有圈我没圈？对，大家都是端着喷子往里冲，右上右边右下，同时在开打。哎，中国台湾赛区代表队跑右边去了，是的，觉得左边不好打过，这个是个预判手嘞。哇，差一点就一丝血还是被这个雷炸掉了。是的，他应该是听到了弗拉德回撤的那个声音脚步。嗯，而另一侧英国代表队开始不断的特神圈，还打过很多次，就是各种决赛圈地形还是比较复杂的。高打低三个头皮随便刷，但是又没子弹了，可惜弹夹不够。是的，啊，好像就是这一片啊，好像确实是这一片啊。嗯，旁边那个，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楼是有二楼的。这次好像也刷过一次。嗯。啊，火扔呲了。反正现在先好好打吧，先把近点，因为目前第一时间要针对的就是突到近点的美国代表队。是的，把他们卡了，这波机会就很难，因为北边没什么人了。啊。哎，小鹿一颗雷炸哪了 ？Nice！ 这波是、哎、炸老师圈边的，炸老师圈边的。再跟一颗雷。这个已经不太好救了吧？想救已经造成伤害了。小鹿这个点很关键，可以卡住围墙的。这边稍微卡了一点枪，不过问题不是很大。还有雷吗？顶到围墙，顶到围墙可以吗？是的，往前走一走。求生欲很强，但是下不下的正面是把周平放倒了，而且旁边你看也有人在针对这个美国队伍。还可以，小鹿补人，然后朵子轩侧翼也是补枪，但是远点嗨萨 K 的出枪。爬呀，这就是最高点那个哈萨基，但是这是远点枪线，能是的，这边已经被扶起来了，嗯，啊，问题不大，美国赛区好像已经是被淘汰了，已经被淘汰了，他在上一波就旁边的越南队伍已经开枪，就是两边的一个依旧是满编，压力真的不大了，是的，全在东边，西侧就咱们中国赛区一支队伍。哈萨克在头顶是真的是撸走，快把他抱走！哎呀，被补了！调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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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现在满编队也没有。如果韩国赛区这个人没了的话，场上也没有满编队了。但是他目前看起来是可以救的。这一侧韩国赛区旁边就是日本赛区啊。三打对面还在救，一八九七正面一喷没喷到，再 pick， 但是蓝血已经开始收缩。倒。嗯，不过好像可以救，问题不是很大，是严厉原点放倒的。嗯。蓝血被补掉。近点。对的，过点，中国台湾赛区还是被韩国赛区侧翼的一个小缝给卡住，让严厉击倒了。嗯。应该就剩一个了，躲在这个围墙后。是的，而现在加拿大赛区其实对于我们这边的压力已经给的越来越大了，越来越近了。是的，场上没有满编，三打三打三打三，四个三人编制的队伍。但是由于加拿大赛区那一侧要率先受到蓝圈伤害啊，所以说防区的战斗还依旧是没有打完。King 一八九七能奔倒吗？他只有两发子弹，想看防区作战。啊，是。我这边。刷屏了，明明现在等于是被分成两个战场。是的，周边冲了，小心喷，再脚下，再脚下，再脚下，六八六，哇，这一波首尔六八六立功了，两个人有机会，二打二打一，明明一发六七侧身，喷两个，伤害好低啊，没子弹了，喷倒了，打药，有机会打药，二打一打药。哎、小鹿，别急！从天而降，背身，鞭子，哎！别呀、啊！别呀、啊！急了，急了呀！哇！哇为什么？哇！哇！我不知道说什么。